什么他要站在后面一直不让我们走，然后叫他报警他也不报警，我这个问题我们可以，我刚刚就已经报警了，啊！已经报警，你今嘛是红灯啊？那啊，你今嘛，你今嘛讲话，我走到你门口，你不讲话呢？我没有义务跟你讲话啊！我没有义务讲话，你为什么有义务挡我的车啊？这是我权，我没有挡你的车啊！你有权，我没有挡你的车啊！就在大马路上，检举人拍摄汽车违停，与女车主同行有人爆发言语冲突，远警到场，他们不停争论。就是在这游泳那挡你的车啊！虚构事实哦。我们的后面。啊，不，你嘛挡我车边啊嘛！我站在这里，这里是公开场合，站在这里没有办法，那你挡你的。你可以开走啊，你开走啊，我挡你吗？这是发生在25号晚间10点多，男子发现汽车违停红线区，而且还压到斑马线，拍下影片，表示明明一旁就是大卖场的停车场，竟然还这般违停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有违规停车。报警后发现车主出现，他上前继续拍摄。由于他沉默不语，引发车主及友人恐慌，也拍下影片报警。黄姓女子汽车违停，并挡住人行通道，遭他人检举，同行友人与检举人现场有言语上的纠纷，我们举同人到场之后，对违停车辆依法自单举发。原警当场开单举发违停，耐心调停，化解双方进一步冲突。警方呼吁，遇到有人违规停车，直接拨打110报警即可，千万别做出危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。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